如果爱，柳岩灿盛火热回归，最惊喜的亮相，最强大的气场，中韩情侣空前碰撞，时隔一年，火山岩情侣默契不减，光洙带鳞却屡屡受挫。两对情侣为何大打出手？钟丽缇、张伦硕相约青龙峡，爆笑演绎好汉歌。蹦极台上极限告白，张萌、范世琦甜蜜相约马场，不料遭遇惊魂时刻。一路吵吵闹闹的小情侣会有怎样爱的升华？精彩尽在周四晚21:15，一位时尚手机，如果爱。